各位兄弟兄姐，大家平安！今日是咱安息圣日，咱大家用着敬虔感谢心，把咱做伙来敬拜神。那即马大家当心，必报必得。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咱早起安息圣日的聚会，咱做伙来唱诗128首。请坐，咱现在做伙来祈祷，求主圣灵带领咱今日的聚会，和安息圣日的福气会当临到咱的身上。咱现在做伙归到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
感谢主，咱早起啊，咱做伙来学习的，就是荣耀的侍奉。啊，感谢主，我们上午要来学习的是荣耀的侍奉。啊，咱啊，一旦得到神的同在，我们如果能够得到神的同在，啊，做对的代志，做正确的事，对咱来造就众人，就可以造就众人。啊，所以这款的服侍就是荣耀的侍奉啊。这样的服侍是荣耀的侍奉。咱对古约圣经会当来了解，我们从旧约的圣经可以了解。咱敬拜神就是对无变作有，我们敬拜的神 是可以从无到变有啊，会当叫死人复活，可以叫死人复活哦，就像亚伯拉罕啊，就像亚伯拉罕，一七八岁孙啊，他在一百岁的时候，无可能会当佫生育，已经不可能再生育了，但是伊却生了一个囝。但是却得了一个儿子。在以利亚的时代，在以利亚的时代，一个撒勒法的寡妇，一个撒勒法的寡妇啊，伊一个囝死了，他的一个孩子死了。以利亚为伊的囝祈祷，以利亚为他的孩子祷告，让叫伊对死复活，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啊、所以真多这款奇妙代志，所以有很多奇妙的事，讲起拢会当来归荣耀给神啊，都是可以归荣耀给神。在新约时代，在新约时代，上界大代志。最大的事情就是耶稣对死复活，就是耶稣死而复活，然后降下圣灵，然后降下圣灵，赐了啊圣灵和啊伊的仆人啊，赐下圣灵给他的仆人，然后来建立了教会，之后建立教会，当时要建立教会有真多困难，在当时要建立教会有诸多困难，但是这许多能突破。但这是种种的困难，使徒们可以突破种种困难啊，比如说，比如讲罗马帝国的迫害啊，好比说罗马帝国的迫害，犹太教的这个迫害啊，犹太教的迫害啊，虽然啊困难加多啊，虽然困难很多，但是神的作为不断的显明，但是神的作为不断显明啊，这就是神的荣耀，这就是神的荣耀，一直到咱很主席这个时代，一直到我们现今的时代啊，咱看到讲咱真教会的兴起。我们看到了真教会的兴起，是在大陆很困难的环境中间来建立啊，是在中国大陆环境很困难的时候建立的啊，建立了后
在建立之后，咱看讲咱的教会现在不断向世界各国啊来传福音。我们看到教会不断向世界各国传福音。所以咱的教会大概在世界有70个国家啊来建立教会啊。我们的教会在世界上有70个国家建立了教会。啊，每一个国家的这个真教会。每一个国家的真教会，咱都能看到真多的见证，都可以看到很多见证。就是咱家己个人本身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咱啊，好好啊，甲算看卖。哦，我们好好的数算。神奇妙稳定啊，在咱的啊心胸，也算讲是假的。神奇妙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啊，是很多的。所以有人安尼讲，所以有人这么说。在主内底啊，在主里面，歹的买当出好损啊。啊，歹族可以出好损。啊，就是讲啊，有的信者啊，家境真歹。就是说，有的信徒他的家境不好，但是真奇妙。但很奇妙，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一旦被神重用啊，啊，可以被神重用。哦、所以嘛，感觉这是真荣耀代志。啊，也感受到这是很荣耀的事情。虽然在咱的信仰生活顶面，虽然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面，咱能体会真多神的荣耀，我们可以体会到很多神的荣耀。但是咱唔通忘记嘅，但我们不要忘记，咱今日这个末世啊。我们在今日的末世，就是有存在真多危险的代志啊，仍然存在很多危险的事情，必须要咱勇敢去面对，必须要我们勇敢去面对啊。第一个马太福音24章，在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24章对第40啊，迄、那个所在开始，24章从4节开始，一直到11节，到11节，12节，到12节，加下到。末世的兆头，这也说到末世的预兆。上界大的兆头就是迷惑的代志。最大的预兆就是迷惑的事。异端的显现，异端的显现。啊，再来就是啊一挂战争。啊，还有一些战争。啊，瘟疫。瘟疫。啊，地震。地震。饥荒。饥荒。啊，这咱在这几年内底，咱拢有体会到。啊，在这几年当中，我们都体会到了。但是在这个再再再讲。但是在11节说到，讲有真多假先知要来迷惑，啊，说有很多假先知要来迷惑。啊，12节，12节，真多不法的代志啊，一直增加。不法的事情会增加。哦，所以咱该看讲这个世代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世代，堕胎，有堕胎，吸毒，有吸毒，同性恋，同性恋，这种被合法的呀。啊，这些都渐渐合法，这不算犯罪啊，都不算犯罪啊，甚至今日还有真多欺骗的代志，甚至今天日还有很多欺骗的事，婚前的苟合啊，纷争的婚前的苟合，婚前的苟合啊，这一般人讲，刚刚这不算什么啦，一般人都觉得这没什么了啊，所以讲这个世代愈来愈败坏，所以说这个世代是越来越败坏，尤其电子产品。这个出现啦！啊，随着电子产品的出现，让咱人一直世俗化，让人一直世俗化。世俗化就是讲已经慢慢无认不神。世俗化就是渐渐的不认识神。过着自我啊，自以为是的生活，过着自以为是的生活啊。所以讲，今麦人啊，所以说现在的人，那个看全世界人口一直在增加。我们看到全世界的人口不断增加，但是认不神的人偌济。但是认识神的人有多少呢？是个非常的少数啊，可以说非常少数哦。啊，所以讲，因为人不认不神啊，因为人不认识神，尤其遐真侪重要的领导者尤其是很多重要的领导者，做真要紧的决策，他们在做重大决策。你个想法吗？啊，你可以想想看，不认不神不认识神，不了解神的旨意，不了解神的旨意，所做决策绝对是错误，所做的决策绝对是错误。但是人拢了解讲，这是一条正路。但人都以为那是一条正路，但是圣经讲，这确实一条死亡之路。但圣经却说这是一条死亡之路。啊，事实是安呢？事实就是这样。咱这个全世界的人，我们全世界啊，一直走向死亡的所在去。一直往死亡的方向走去，这是非常可怕。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讲，咱今日咱真教会。一存在，所以今天真教会的存在，咱就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哎，最最来拯救这一挂无认不神的人，多多去拯救不认识神的人。人若无认不神啊，人若不认识神，人绝对是无平安、无喜乐，绝对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啊！这款咱这个世代所遇到的代志，在世上所遭遇到的事，圣经讲，圣经说，世间无新的代志啊，世界上没有新鲜事。咱今嘛所遇到的，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其实呢。几多千年前，拢已经有啊啦。
其实千年前都已经啊遭遇过了啊，譬如讲犹大国，比如说犹大国，这是神诶啊同在一个国度，是一个神同在的国度，但是真可惜，但很可惜，虽然神不断安尼施恩福音，虽然神不断施恩给他们，但是人总是常常会忘恩背义，但人经常是忘恩背啊，所以讲越行越离开神，就会越走越离开神，所以犹大国。所以犹大国后来被毁灭了，后来遭到毁灭，他的理由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敬拜偶像，是因为敬拜偶像啊，行为败坏，行为败坏，你个想法嘛？你想想看，一个拜神的人，一个拜神的人，拜到落尾去拜偶像啊，到最后跑去拜偶像，你个想咱的信教哈？你就想我们的信徒，如果我们信到最后去拜偶像啊，如果信到最后去拜偶像，咱会感觉哇，那还你糊涂啊！啊，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那会安呢？怎么会这样呢？难道神的恩典啊无济吗？难道神的恩典还不够多吗？但是事实就是安呢。但事实就是这样。所以以色列百姓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去拜偶像，他们拜偶像，行为败坏，行为败坏啊，这块的败坏跟咱今日社会行为败坏差不多了啊，这样的败坏和我们今日社会的败坏其实差不多。所以因的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啊，那个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啊，我记得先帝叫做以西结。有一个先知叫以西结，以西结先帝嘛被掳到巴比伦，以西结先知也被掳到巴比伦，但是神啊要消选掉伊做神的代言者，但是神选择他作为神的代言者啊，要向这被掳百姓传警告啊，向这些被掳的百姓传警告，叫因爱人回头，叫他们要懂得回头，神就要施恩给因，神会施恩给他们哦啊，所以以西结先知啊，所以以西结先知在巴比伦的所在，那在巴比伦那边，要向这一群硬心的这个自己的同胞。来传警告，向着自己硬心的同胞传警告，实在讲真不简单啊，是很不简单的。他是背逆啊，他们是背逆的，他是硬心，他们是硬着心的，他是不知见效，他们是不知廉耻的，他们不要听先帝的话，他们不听先知的话。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神也知道啊，神也知道啊，任何人要来传警告是不简单，任何人要传警告都不简单，尤其他们的处境，尤其他们的处境，在巴比伦人来看啊，连从巴比伦人来看啊，因拢定定安尼讲啊，他们都这么说。讲你神，你的神在倒位啊？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啊，那无法度来赢过阮巴比伦的神啊？为什么赢不了我们巴比伦的神明呢？啊，恁敢有未来？啊，你们有未来吗？哦，这个以色列百姓定定听着这款的这个讽刺的话啊，以色列百姓天天在听这些讽刺的话啊啊，先知嘛知影，先知也知道，所以讲在这款的境遇内底。所以在这样的境遇里面，要怎为神来传警告呢？要怎么为神传警告？这样的困难神都知，这样的困难神都知道。所以神要来选掉以西结先知的时候，所以神在选召以西结先知的时候，神就让他先看异象，神让他先看异象，看说虽然你们被掳到巴比伦，看到虽然你们被掳到巴比伦，我在这个所在要跟你们同在，我在这里也与你们同在啊，我比所有的神更加伟大，我比所有的神都还伟大啊，所以神要让先知来了解，所以神要让先知了解到，所以在以西结先一个是书第一章，所以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咱看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章第四节，以西结书一章四节，以西结书第一章啊第四节，一章四节。我观看狂风对北方啊吹过来，吹着有一类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对其中的火内底发出好像有光耀的晶金啊。啊，这个所在神的先知先看到自然界这个异象啊，在这个地方神让先知先看见自然界的异象，讲有一类安尼大云呐 啊，说有一朵大云，大云内底有一挂这个烈火在内底啊，大云里面有一些烈火哦，啊，在这个烈火中间发出光耀的金金，在烈火当中发出光耀的金金哦，所以对这特别让先知去了解。在这边让先知要去了解，这就是神的存在，这是神的存在哦。圣经内底啊，圣经里面常常用大云来，这个显明讲这是神啊，
在咱这个中间啦。啊，常常用啊大云来啊来描写神在我们中间。因为神足荣耀诶。因为神很荣耀。人目睭无得看。人的眼睛没办法看见。人若看到一定爱死啊。啊，人若看见就会死。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在西奈山的时呐。所以以色列百姓在西奈山的时候。神必须用显现。啊，神要向他们显现。必须要用大云来掠去。啊，必须用大云来遮盖。那无，这百姓拢一定死。啊、不然这些百姓可能会都会死。因这百姓看到烈火出现，百姓看到烈火出现，看到迄个火中间有迄个这个光耀的金睛呐。啊，在火当中看见光耀的金睛。看到神就像君王，看到神好像是君王同款。看神好像君王一样。非常的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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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像咱的。在这个比鲁那个时阵啊，这在贝鲁的那个时代，我们看到讲神荣耀确实足荣耀啦。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啊，但以利嘛是在那个时阵比鲁在巴比伦啊。但以利也在那个时候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巴比伦这个王啊，但是巴比伦王做了真奇怪的这个梦，做了一个异梦。这梦是未记的啦。但是他又把梦给忘了。佮想哦，我这梦感觉讲。很特别的，他又一直觉得那个梦很特别。他要怎样？这个下怎么办呢？因这个巴比伦那一挂假邪术的人。巴比伦那边有一些行邪术的。那些智慧人。有些智慧人。我都解释这些代志。解释不了这些事情。只有但以利。只有但以利。依靠神。他依靠神。神就给他智慧。神给了他智慧。他来解释这个很奇怪的这个梦。可以解释很奇怪的梦。所以后来巴比伦王啊。所以后来巴比伦王道道才知道说，哎呀，天上的神比他们的神更加伟大。直到天上的神比自己的神更加伟大。这就是神常常在人这个软弱中间显出他的作为。这就是神常常在人的软弱当中显出他的作为。我知道说神永远跟人同在。我们知道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服侍上面，在服侍上面，神就在这个大云的中间显出神有四个活命神是在大云当中显现出来，有四个活物这四个活命也让假设说我们服侍的好榜样这四个活物可以成为我们服侍的榜样。我们看第五节，我们看第五节，说对其中显出四个活命的形象，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这个所在讲到四个活命这里说到四个活物这四个活命就是天使，四个活物就是天使讲甲看，敢若有人的形象他说观看起来有人的形象其实这灵界代志其实是灵界的事情，是无形无相应该是没有形象的但是神要互咱人了解，但神要让人了解，确实有这个灵界，这天使存在确实有灵界，有天使存在天使是在做什么代志天使是从事什么事情所以就用着这款有形象的这个意象让天使看让这个以色列先知看就用了有形象的意象让以色列先知观看所以我们看第六节以后，所以我们看六节后面这所说的，这里所说到的就是说这个四活物这天使就是四活物的天使他们已经具备了神所修饰福音特别的文书他们具备了神所赏赐福音特别的恩赐我们看第六节，我们看第六节，说他们有四个面他们说有四个脸，有四个翅膀，有四个翅膀这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四个面就是说东西南北都看得很清楚，四个脸就是东西南北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他们在思考事情，就是他们在思考事情的时候非常的周到了是很周到的就好像主耶稣，好像主耶稣那样主耶稣其实有这个四活物的这特色主耶稣其实有四活物的特性你看主耶稣在考虑事情我们看到主耶稣考虑事情非常的这个详细是非常详细的譬如说有人要来试探耶稣好比说有人试探耶稣说你看这个妇人犯淫乱的时候我抓到了说看来我们抓到一个犯了淫乱的妇人你看要怎么处理你看要怎么处理他这些人很高怪这些人非常的 有很多鬼点子他们就是要来考倒耶稣啦他们想要考倒耶稣他想耶稣如果说赦免你他们想着如果耶稣说赦免他耶稣犯了摩西的律法那耶稣就犯了摩西的律法耶稣如果说给处死如果耶稣说这个应该要处死
伊就是违背耶稣本身的违背了伊家己来到世间的目的啦。那耶稣就会违背他本身来到世上的目的。所以讲，主耶稣要安怎回答？所以耶稣应该如何回答呢？在迄个时呢，耶稣足冷静。当时的耶稣很冷静。一跪到涂骹写字。蹲在地上写字。然后再爬起来讲一句。然后起身说了一句话。讲恁什么人若无罪啊？你们谁没有罪的？恁可以将这个妇人个钉死啊！你们可以用石头打死他。结果主要说一句话啊。结果耶稣用一句话。在场的人一个一个拢走。在场一个人一个人都走了。大家扪心自问。那大家扪心自问，什么人无罪？谁没有罪呢？既然有罪，那有资格来打死这个妇人呢？既然是有罪的，那谁又有资格可以打死这个妇人？众人离开了啊！众人离开之后。主耶稣问这个妇人，主耶稣问这个妇人，有人定你的罪无？有没有人定你的罪？妇人讲无啊。妇人说没有。主耶稣甲讲，主耶稣告诉他，对他以后，你都唔能再犯罪。从今以后你不可再犯罪。所以咱甲看主耶稣在处理代志啊。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处理事情，让所有的人都得到造就了，让所有的人都得到造就。所以讲，耶稣可非常的周密的，所以他的思考非常的周密。所以讲，咱今天来，咱今天的教会服侍啊，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侍啊，咱嘛是赶快爱安的啦。我们也要这个样子。咱是团队服侍，我们是团队的服侍。所以讲，咱本身呐，所以我们本身，你安怎跟大家来配合？要如何和众人配合？所做代志，我们所做的事，考虑的真详细，都要考虑的详细。这个家己爱真有好灵修，这就是自己要有好的灵修，就是爱先做自我改变。要先做自我的改变。自我改变了后，改变了自我之后，咱有体验，我们有体验，咱就讲肯定讲主跟我同在。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主与我同在。主跟咱同在，主与我们同在。咱就用自我管理自己的生活，我们就有办法管理自己的生活。自己生活管理也好势，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管理好了，咱在我都献上上好的来服侍主了，才有办法将最好的献上给主，让个众人来配合来做献工。我们与众人配合做圣工。这个所在过来讲。这个地方又这么说。咱看这个第六节哈。第六节。这讲有四个翅膀啦。他们有四个翅膀。这翅膀就是要来做代志。翅膀是要来做事的。要来飞了哈。要来飞的。表示讲因的恩赐能力充足。表示他们的恩赐能力很充足。因为因的让。团结来服侍，因为他们可以团结服侍，所以耶稣都做代志。所以他们做的事情，越做恩数越多，越做恩赐就越多。所以人点点安尼讲。所以我们常这么说。那多做就少错，我们多做就少错。那少做就多错，少做就多错。所以讲，咱越做圣工，我们越做圣工，咱会体会讲，主何来稳定，越来越多。我们会体会到主给的恩典越来越多。所以讲这个。四活物也是这样，所以四活物也是这样，越做越充满活力，越做越充满活力。我们再看第七节，我们看第七节，这是在讲到他们的脚腿，这里说到他们的腿，天使的脚腿，天使的腿，说是直的，说是直的，直的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用站得真在，就是站立的稳，真稳，非常的稳定，很非常有力量。为什么让站得真稳真有力呢？我们何以站得又稳又有力量呢？就是因站在真理的立场上面，是因为站在真理的立场上面，按照神的事在行动，按照神的事情在行动，所以他的脚腿感觉足直的，所以脚可以站得很直，感觉足有力的，可以站很有力。我们今天在世间做事情也一样，所以我们在世上做事也一样。保罗面对了很多一个恶势力，保罗面对各样的恶势力，比如说在加拉太教会，比如说在加拉太教会，有人就攻击啊，有人攻击他。保罗是假使徒，说保罗是假使徒，但是保罗为自己辩护，所以保罗为自己辩护。保罗安那讲？保罗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吃着人，乃是吃着耶稣基督，甲叫伊对世国外各国外百姓这个所在讲，这个地方说，保罗讲，我为怎样讲我是真使徒呢？为什么说我是真使徒呢？伊讲我唔是因为讲人真侪甲我支持，我才是真的使徒。不是因为得到了众人支持，所以我是真使徒。所以头一个就讲，唔是。
由于人，这个人是多数啦哈。这里说第一节说不是由于人，这个人是指众人。第二句哈。第二句。也不是借着人。也不是借着人。这个人是单数。这个人是单数。意思我不是借着那个有权势的人把我支持，我才是真使徒。意思就是不是借着特定权势的人来支持，我这个使徒对得来。我的使徒权柄从哪里来？是对主耶稣来切开我。是因为主差遣我。所以才说是借着耶稣基督。这里才说是借着耶稣基督，叫他对世国外百姓，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所以自己真清楚知道，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我这个使徒是对神来，我使徒使命是从神来的，来切开，是主差遣我的。所以他的脚站得较力，所以他的脚站得很有力，不怕人来攻击，他不害怕人攻击他。我们今天真教会也同样，我们在真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我们今天在真耶稣教会，我们也面对很多各种的教派的攻击，我们也会面对各种教派的攻击，但是我们也可以很肯定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份，但我们也可以肯定自己的身份。为什么我们这真耶稣教会要叫做真，为何真耶稣教会要有真呢？因为我们真教会有真理啊，因为我们真教会有真理，有圣灵，有圣灵，有神力，有神迹，我们自己有体会，我们自己都有体会，我们自己都很清楚，我们自己都很清楚，并且对照圣经，并且对照圣经，有圣经的根据，有圣经的根据。所以我们肯定这样说，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真耶稣教会就是说真耶稣教会确实是真的教会，确实是真教会，是对神来也所建立的教会，是从神而来建立的教会，所以看到这个天使他的脚腿，所以我们看到天使的腿为什么可以这么直，就是他照着真理的走，是因为他们按照真理而行。你看那魔鬼，我们看到魔鬼，魔鬼就是犯罪天使了，魔鬼是犯罪的天使，我要照真理走，他是不照真理而行的，他走的路是弯弯翘翘，所以他走的路是弯曲的，绝对是不一样，这绝对不一样。所以这个所在又说，所以这个地方又说到天使的脚掌，说天使的脚迹好像牛犊的蹄蹄同款，他们脚掌好像牛犊的蹄，并且灿烂光明，像这个灯，并且灿烂光明如同像铜一样。意思是说，他的这个脚掌，意思就是他们的脚迹，这个从可以说站得这样，真有力的，可以站得很有力，他可以真这样活泼的去活动，他们可以很活泼的行走，充满力量，充满力量，他的行为正直。他们行为正直，我来看出他们是一个光明的人，让人家看出他们是光明的。圣经里面也记载，圣经也这样记载，施洗约翰，记载到施洗约翰，他就参像这样，他就像这样子，他在传悔改道理的时候，他在传悔改的道理的时候，较效率，很有效率，真的显出神的荣耀来，显出了神的荣耀。很多人都肯认罪悔改，很多人都肯认罪悔改，对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遐尼济人啊，犹大全地有很多人，大家拢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都来到施洗约翰面前，讲我唔对咯，说我有错了，我愿意接受悔改的洗礼，我愿意接受悔改的洗礼。是安怎施洗约翰安尼做工遐尼效率呢？为什么施洗约翰做工这么有效率？因为他有生活的见证，因为他有生活的见证，一吃的是蝗虫野蜜，他吃的是蝗虫野蜜，真简单，很简单的生活啊，一讲的话，他说的话，讲。我是的，要甲主要说偷甲白话大，我嘛是不配啦。说我就算是为耶稣解鞋带也不配。我是主要说仆人。说我是主耶稣的仆人。伊足谦卑的。他很谦卑。伊的生活甲伊的言语啊。他的生活和言语都有好的见证，都有好的见证，所以他吸引足侪人。所以吸引到很多人。所以真侪人拢来听伊的道理。很多人都来听他的道理。甘愿认罪悔改，甘愿的认罪悔改，这也成为我们的好榜样，这成为我们的好榜样。在这个第八节，在第八节，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八节，以西结书一章八节，才讲到天使手啊，这里说天使的手，讲在四面的翅膀下面啊，有人的手，在四面的翅膀下有人的手，意思讲。这个天使的手跟我们人的手一样，就是说天使的手和人的手一样，但是这个手它是看在翅膀下面，但是这个手是遮盖在翅膀下面，这有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们服侍主的时候要温重，要隐藏我们做什么事，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能这样试过去这样夸口，不要四处夸口，夸口，我你看我做多少事，说我很擅长做事，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能力都是对神来，我们的能力都是来自于神，有什么能夸口呢，有什么可夸口的呢，我们夸口就夸口神，我们要夸口就夸口神，所以彼得
他叫一个掰开背起来走，所以彼得叫一个瘸腿的起来行走。那当时人很稀奇啊，世人都很稀奇，哇，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啊，这个人怎么这么有能力，他叫这个四十几年掰开背起来走，可以让这个四十几年瘸腿的人把走起来行走。彼得赶紧跟他们说，彼得向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一直看我呢，你为什么看我们呢，你也做我们是我们的能力让这个掰开背起来，好像是我们的能力让这个瘸腿的起来行走。不是啦，不是这样，一旦好背起来，可以让他起来行走的，就是这复活的主耶稣，是复活的主耶稣啊！因为的伊的名啊，因为他靠着他的名，我们相信伊的名，我们相信他的名，我们靠伊的名，我们是靠着他的名，我们叫伊背起来，我们叫他起来行走。哦，对，那东西啊，在当时啊，彼得就应该手所做的事，彼得将手所做的事归荣耀神，归荣耀给神。唔敢讲哦，我这是我的能力啊，都不会说这是自己的力量。所以讲，咱来做圣工。所以我们在做圣工，咱就是要有这款的态度。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唔能夸口自己不要夸口，一定要夸口主的能力啦。要夸口就夸口主的能力。咱个看第九节，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就讲十个必须三只，行走无活灯心啊，用做伙往前行。这个所在讲这个地方说。因为是个人的彼此三脚，他们的翅膀彼此相接。天使这四画面哈，因为是个人彼此三脚。天使四活物的翅膀是彼此相接的。彼此三脚，意思讲同心同工。彼此相接就是同心同工。咱今日在教会做圣工啊。今天在教会做圣工。咱若无同心同工，如果没有同心，没有同工，咱绝对做无工。绝对是做不了工。所以讲圣经内底某一个实例啦。圣经里有一个实例，一个变衰的。一位瘫痪的，好，四个人甲跟去个耶稣面前，被四个人抬到耶稣面前，这四个人哪会遐尼有信心？这四个人怎么这么有信心呢？因为因不主耶稣，因为他们认识耶稣，因嘛知影讲要跟到耶稣面前无遐简单，他们也知道要抬到耶稣面前不简单，因为耶稣说大迄个房屋啊，因为耶稣所在的房屋底下讲到。可以讲到客满足济人因为讲到关系挤满人，钱入去呢？他们要怎么把人挤进去？为了不要这个变衰的，让得到造就啊！但为了让这位摊子得到造就，因大家真同心他们很同心，大家做好计划，他们彼此做了计划，拆屋顶，他们拆了屋顶，将这个变衰给堆落去啦！将这位瘫痪的人垂下去，堆到最后所面前坠到耶稣面前好，这个变衰得到医治让这位摊子得到医治所以讲今天教会来做圣工，所以今天教会做圣工，爱同心，要同心意见爱赶快，意见要相同，安尼咱就让得到神的稳定，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第九节这个讲第九节就说，讲因做圣工说他们做圣工，唔免活灯心并不转身哦，向倒一个方向对，照迄个方向行照面向什么方向就照那个往那个方向走，不会在那边写玲珑啊呢不会在那边一直转，不会在那边兜圈所以讲这嘛是跟人提气呢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咱教会的做圣工我们教会做圣工咱做工的人年龄不同做工的人能力不同，有的少年呢。有的年轻，有的中年，有的中年人，有的年长的，有年长的，有人想年纪不同意见一定不同有的人会想年纪不一样意见一定不一样，当然在世间的经验比较不同照着世上的经验或许会不一样，但是在真理上面但在真理上面这是一定一样的是一定会一样，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若是属神的人，我们都认同真理，我们都认同真理，不会说因为年龄不同对真理看法都不同不因为年龄的不同对真理的看法不同不会这样，所以圣经来的讲所以圣经里面说有一个叫巴拿巴，有一位巴拿巴这个是看年长他是比较年长的他那时候来带着保罗当时带着保罗，保罗算作是中年的人保罗算是比较中间的人还有一个提多还有一位提多，提多就是年轻的人提多就是年轻的人，他们三位可以做伙同工，他们三位是可以同工的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咱若一旦说在真理的顶面如果我们在真理上面咱若呢认真追求，我们可以认真追求，咱就会感觉说年龄不同感觉做工就没法度同心嘛，就不会觉得说年龄相异做工的时候好像就不能同心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所在，这也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地方。我们看第十节，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就说有人的面第十节说有人的脸面这个四画面，一个画面有四个面四活物，一个活物有四个脸这
第十节安尼讲吼。第十节这么说。讲头前有人的面。啊，前面是人的脸。啊，正手边有狮子的面。啊，右边有狮子的脸。左手边有牛的面。左边是牛的脸。后边有鹰的面。后面是鹰的脸。有哪里个想法嘛？我们可以想想看。这机会当想想啊，你啊。这可以想象。真歹去画出来。是很难画出来的。哦、这个画面四个面啊。一个活物有四个脸。哦、啊，这个。有什么意义啦、啊？这有什么意义？这讲到人的面啊。这里说到人的脸。人的面就是讲要人的本性。人的脸就是人的本性。啊、人的本性在神的面前是谦卑的。人的本性在神的面前是谦卑的。因为咱在讲，咱是受造者。因为我们懂得自己是受造者。一切荣耀、一切稳定都对神来。一切荣耀恩典都从神而来。啊，所以讲，咱来安尼来，安尼来谦卑来服侍。所以要谦卑去服侍。哦，主要说嘛是同款。啊，主耶稣也是这样。有人在甲诽谤。有人诽谤他。讲那。拿撒勒所在会当出什么好？说拿撒勒呢？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的？哎，啊，主要说无因为安尼无欢喜啦。主耶稣没有因为这样子就不。主要说才讲这个人讲的话吼无知识啦。耶稣知道这个人讲话是没有知识。啊，咱那个包容啦。我们要包容他。伊就干那捌安尼安尼啦。啊，他只懂到这一些而已。啊，所以主要说，行我去。所以主耶稣走过去，颠倒个耳朵啦，反而称赞他。啊，你这个人是心内无鬼在，真以色列人。说这个人是心里没有鬼在的真以色列人。这个人去主要说耳朵了后，这个人被主耶稣称赞之后，感觉更小了，他自己也觉得羞愧。我拄啊在个批评啊，我刚刚才批评他，哎，佮对我安尼遐尼安尼肯定啊，竟然被这样肯定，我都真济代志来问主耶稣。就很多事情都问主耶稣，问了后，问完之后，这才讲，哎呀，耶稣不是一般人啊，才知道耶稣不是一般人，耶稣就是天顶的神，他是天上的神，哦，啊，所以安尼，那这个人在跟随耶稣了，所以这样子，这个人才跟随耶稣，哦，所以对这好人怎样？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间，耶稣来到世间，他假作人，他成为了人，有人的样式，有人的样式，他就安尼谦卑对待人，也可以谦，就可以谦卑的对待人，哦啊。今日咱的教会嘛是安尼，今天在教会也是这样。咱的兄弟姊妹，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咱的灵性，主要说造就过啊。我们的灵性经过耶稣的造就，咱叫做顶头新的人。我们成了重生的人。咱叫做顶头新的人，咱爱人接纳。我们重生的人，我们要懂得接纳。谦卑对待别人，要谦卑。对待别人，对待别人。不用在教会来对。比如说在教会里面，咱教会。是主的身躯教会是主的身体，是一家人哦，是一家人。啊，咱要安那做我们要怎么做呢？咱都要谦卑，我们要谦卑哦。咱要和教会加做一家人，我们要让教会成为一家人。上该要给你讲，你知影伊的名无？最重要的就是你认不认识这个人的名字。你能叫出伊的名，伊足欢喜啊！你能够叫出他的名字，他就会高兴。有一个税吏叫撒该有一个税吏叫撒该。主要说经过伊迄个所在。主耶稣经过那边。伊爬在树仔顶要看耶稣。他爬到树上要看耶稣。哎，耶稣竟然叫伊的名。耶稣竟然叫出了他的名字。撒该你落来。说撒该你下来。哇，伊足稀奇啊。他很稀奇。耶稣那不改名。为什么耶稣知道我的名字？安尼，伊就来认不主耶稣。因为这样他认识了主耶稣。伊就来亲近主耶稣。他就亲近主耶稣。伊来接了主耶稣。他接待主耶稣。所以讲咱的教会里底吼。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咱今日。北台中教会啊，今天北台中教会，各个人真多。说来人数很多啊，有七百几个，有七百多个。啊，咱今嘛咱个分做四组了哈。我们现在已是分为四组。咱每一组人嘛未少啊。分成四组人还是不少。咱每一组兄弟姐妹拢爱感觉咱都是一家人啊。每一组的弟兄姐妹都要先觉得自己是一家人。咱都要开始来认识咱的兄弟姐妹。要开始认识我们弟兄姐妹啊。咱若有甲认识伊个名，如果认识他的名字，表示你对伊肯定，表示对这个人的肯定，表示你看中伊本人，表示你看中这个人。当然，咱嘛看中伊个灵命。当然，我们也看中他的灵命。今日伫教会内底，今天在教会里，咱嘛发觉到，我们也可以发觉。家庭聚会的时呢，在家庭聚会的时候，虽然有俩出席率俩二三十个，虽然有二三十个人出席，虽然出席的人有二三十个，但是讲起来无多呢。但是说来也不算多因为咱每一组信教因为每一组信徒至少一百以上至少都超过一百人这中间内底有一挂迷失的中间有些迷失的咱要哪做好我们要怎么召回他们？咱来当谦卑，要来服侍主。如果我们谦卑服侍主，大家都要来个想看嘛。大家就要来想想看。咱看当讲跟小组长来配合。我们与小组长如何配合？有几个是迷失的，有几个是迷失的，有几个是软弱的，几个是软弱的咱。
都想要来个帮助。哦，我们就想办法帮助。要来个熟悉。啊，要跟他们认识。哦，啊，这就是咱有人的面呐。这就是我们人的脸面。为了人性哈。这就是人性。人的本性就是安啦。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会当来体怜悯人，会当体谅人。啊，可以怜悯人，体谅人。会当来接纳人。接纳人。这就是人的这个一面啦哈。那就是人的一面。啊，咱个看狮子的面。我们看到狮子的脸。狮子是勇敢。狮子是勇敢的，有力的。我那个看主耶稣，我们看主耶稣，主耶稣看到谁啊？呢啊，主耶稣好像狮子。哦，有人家讲，有人告诉他，你不能去耶路撒冷哦，你不要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会死啊！啊，去了你会死。耶稣跟人讲，耶稣告诉他们，今日、明仔载、后日，我往前行。啊，今天、明天、后天，我都往前走。哦，伊讲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这是袂使啦。啊，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丧命是不可以的。伊知影讲去耶路撒冷要钉死十字架。他知道去了耶路撒冷会被钉十字架。伊嘛知影讲这是伊的目标。他也知道这是目标。一定要牺牲。啊，绝对要牺牲。才有法完成救恩。才有办法完成救恩。哦，所以主耶稣跟他死啊。所以主耶稣就像狮子。最勇敢的。很勇敢。唔惊死。啊，不怕死。哦，啊，这嘛是予咱一个学习啦。这也是让我们有学习的。啊，咱今日咱内向的姊妹。我们今天弟兄姐妹。那么跟他死啊，赶快。我们也要像狮子这样。哦，教会那安排咱圣工。教会安排的圣工，咱都唔通推迟，不要推迟。第一，那一旦接纳，如果能够接下来，啊，我都讲过哈，多做都是啊，少错了。那刚才说过的，多做可以少错，多做都稳定愈济啦。多做恩典越多。哦，所以讲咱人人爱养的侍奉，所以我们人人要懂得侍奉。所以今天的教会来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你的暑假哈，哦，我们的暑假，我们的暑假，哦，爱的神训班，有神训班，哦，爱需要来催书。有催事的需要。我看咱兄弟姐妹大家真踊跃报名啊！弟兄姐妹很踊跃报名。哎呀，这里有狮子精神嘛？这就是狮子的精神。结果结果就最高啊！啊，觉得这个最自己做得到，啊、来报名就去报名。哦，像那宣道顶面嘛，赶快。宣道上也一样。咱北台中教会宣道讲起真认真。啊，北台中教会的宣道是很认真的。哦，啊，宣道真要紧。宣道很重要。哦，啊，咱人人嘛爱家己有迄个目标啦。我们人要自己有目标。哦，我。一年内底哈，我在一年里面啊，至少我嘛爱去接触一个慕道者，那至少会接触一位慕道者，有这个目标哦，有这样的目标。那就是我们大家来得安尼做，如果大家都可以这么做，慕道者那多，慕道者多起来，受洗的人就多了，受洗的人也会多起来。所以在2017年哦，啊，所以在2017年，大陆的教会啊，大陆的教会，印度这个口号啦，他们有个口号啊，讲百年感恩，说百年感恩，万年归真啊，万人归真，哦，爱就定出。受洗人数哈，一年要报一倍。啊，就定出了啊，受洗人数一年要增加一倍。一百人的教会。啊，一百人的教会。后八个人受洗。要有八个人。啊，五百人的教会。五百个人教会。有四十人受洗。要四十人受洗。啊，结果我甲看哈。啊，结果我去看了。哎，真正，拢不但达到目标啊。啊，不但达到目标。啊，有个超过目标。有的还超越了目标。哇，所以跟他三亚精神。这就是狮子的精神。你那有这个信心，有如果有信心，你那那那肯去做，而肯做，啊，神就跟他同工，神就与我们同工。再个讲到牛的这个面呐、啊，这里还说到牛的脸，啊，牛的面就是耐劳牺牲，啊，牛的脸就是耐劳和牺牲。哦，但主要说的是啥呢？我们主耶稣就是这样。主要说，现在大事需要做。主耶稣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请伊医病赶鬼，有人其他医病赶鬼，有人破病需要伊去祈祷，有人生病需要他祷告，伊拢无推辞，他不会推辞。所以圣经记载讲，所以圣经这样记载，讲主要说为了要服侍人啊，说主要是为了服侍人，常常未够的食饭啊，常常没办法吃饭，啊、连食饭的时间都未记啦、啊，吃饭的时间都忘了，表示讲已经勤劳啊，表示他很勤劳，真耐心，很有耐心啊，在服侍，在服侍。哦，啊，咱今日嘛同款，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咱今日的教会来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咱要有这款耐劳啊殷勤的这个服侍，我们要做耐劳和殷勤的服侍。哈、哦，譬如讲咱兄弟姊妹，比如说我们弟兄姐妹有什么亏欠，有什么缺陷，需要帮助，需要帮助的，咱要有这款心了哈、哦。我们要有这样的心。你的代志就阮大家代志啊，你的事情就是众人的事。哦，好，咱的这个家庭小组来的，我们家庭小组里面，我想咱大家拢这个体会啊，相信大家都能体会到。那、啊、讲某某人。挂医咯啊，某某人住院哦，啊，大家就讲来带到啊，大家就会为他带到，来个探访，就会去探访哦。这是讲第二代志，就是阮大家代志啊。你的事情就是众人的事情哦。啊，这就是咱跟他像牛咁款，那、啊、就是说我们要像牛一样。哦、所以有当时咱的急难的救助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啊极力在啊就急难救助，就急难救助的时候，常常拢感动，还一个软弱的人行为啊，常常都会遭遇一些软弱的事情哦。我觉得因为生产掉。变会姐妹生产之后，出血，大量出血，
哇，他这边喏。啊，这要怎么办呢？哦，啊，个经济个困难。啊，经济又很困难。哦，啊，这人家家庭小组兄弟姊妹啊。家庭小组弟兄姐妹。我那里出来，有钱出钱。啊，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及时去个探望。啊，及时去探访他。可以足感动啦。啊，让人很感动。啊，这是真正是我属灵的家啦。这就是属灵的家。当我困难时，大家喊你积极来给他帮助。啊，遭遇困难的时候，大家都会啊极力来帮助。哦。有的人家庭不好势，有的人啊家庭状况不好，大家嘛私底下去关怀，大家私底下去关怀他，啊，让伊本来要破碎这个婚姻再来和好，啊，让他原本破碎的婚姻可以和好。有一个老慕道者，有一个老慕道者，慕道二十年啦，慕道了二十年，说哇，这个是受洗，啊，还没有受洗，啊，足奇妙，很奇妙，大家真耐心呐，大家很有耐心，哦，一直个锻炼。一直带领他，哎，最近在受洗啊，最近才受洗，大家听到了嘛，感觉足欢喜啊，听到的人也觉得很高兴。所以讲，咱要有这个牛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要牛的精神。啊，佮再来种鹰叫的面，再来是鹰的脸，鹰就是飞得高，看得远，鹰就是飞得高，看得远，有迄个远大眼光啊，有远大的眼光。咱佮看主耶稣，我们看主耶稣，伊嘛知影哦，他也知道，伊在世间的传福音只有三年啊，他在世上传福音只会有三年，哦。啊！你这三年要做啥？他在这三年要做什么呢？除了传福音以外，除了传福音以外，伊知影讲，伊那被钉死是给了啊。他知道他如果被钉死在十字架，伊离开世间了啊，他离开了世上。而且福音要按什么人来传啊？啊，福音要由谁来传呢？所以伊在传福音的中间，所以他在传福音中，就准备好势啊。他就准备好了。哦，安尼，规暝祈祷啊，整夜的祷告。众人中间，在众人当中，选出十二个门徒来。选出十二个门徒。哦，啊，来个训练，来训练他们。哦，啊，福音怎做？真好，这个啊门徒啊，他让他们成为好的门徒啊。这个主要说有眼光啊，这就是耶稣的眼光啊。会当训练门徒，就是训练门徒啊，时时跟同在啊，时时与他们同在，教导这真理啊，对他们教导真理。所以呢，这个人才不断的当传承啊，人才可以不断的传承啊，这个信仰也安尼传承的啊，信仰也会跟着传承下来。所以咱今日在咱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其实咱嘛是在做这个。工作，我们也是做这样的工作，啊，所以讲，咱的教会某些的眼光啊，所以我们在教会也要有眼光啊，咱爱好好培养人才，我们要好好培养人才，啊，人才要对的培养啊，从哪里去培养呢？会上真济啊，管道很多，咱的那个宗教教育，有宗教教育，都是在培养人才，也是在培养人才，啊，咱这个家庭小组，家庭小组，也是在培养人才，也可以培养人才，咱安尼选定遐一个小组长。我们选定了一些小组长，这个刚刚这个祈祷所，这个负责人啊，好像一个祈祷所的负责人哦，啊，这个是在培养人才啊，就是培养人才。除了这以外，除了这些以外，教会要发展哦，教会要发展，还有真理的基础，还有真理的基础哦，啊，真理难办，真理如果不认识，还有机会来问，要有机会可以问。一般咱的主会场所真歹问到。一般聚会的场所很难问问题。哦，啊，那你家庭聚会啊？如果是家庭聚会，你有什么唔捌的代志？有不懂的事情，你拢可以问啊，都可以提问。所以这个家庭聚会，所以在家庭聚会，所以讲是咱真理学习的一个真好所在，就是我们学习真理很好的地方。哦，啊，所以讲咱教会哈，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啊，每个月啊，每个月月底迄个这个安息日早起，月底的安息日的上午啊，咱拢有迄个。这个查经带领者的那个训练，都有查经带领者的训练。哦，哎，训练讲啊，这段圣经要安怎来解释？啊，训练这段圣经如何解释？要安怎来活用？要怎么活用？哦，啊，所以讲咱啊，兄弟姊妹啊，有参加这个查经的训练。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参与查经的训练，我想讲唔免偌久吼，都可以上台去讲道啊。相信不用多久就可以上台讲道了。哎，当然做主的好仆人，哎，可以做主的好仆人。哎，当将这个真理安尼好啊，给传承落去。可以将真理好好的传承下去。啊，这是非常要紧。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讲今日的教会服侍。所以今天在教会服侍，咱都要有这个四活物，这个面啊。我们要有四活物的脸。有人的面。有人。有狮子的面。狮子。啊，有牛的面，牛的，有鹰的面，还有鹰的脸面。我们讲，咱来当安尼来学习。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学习，安尼你当看到讲，咱的服侍真正是充满了荣耀。我们就可以啊，看到服侍充满了荣耀。神奇妙作为，有神奇妙的作为与我们同在。坐下来休息，一同唱诗。429首，429首。Yeah.
他已走出他的世界，化作神圣的光芒，祝神明的降临。哦呀哦呀，阿利路亚！哦呀哦呀，阿利路亚！哦呀哦呀，阿利路亚！荣耀主必降临。万机之中率领千万天使指天再来临，他将坐在荣耀宝座之上，威严华豪临。我要在他荣光照耀之下，领领他判定，审判主必降临。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哈利路亚，荣耀主必降临。千万天使吹响号角，宣告救主的降临。世人眼前显示意念，在他左前显冠冕。我的灵魂深深警醒，我心属于主唯一。荣耀主必降临。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哦呀哦呀哈利路亚，哦呀哦呀哈利路亚，荣耀主必降临。上主耶稣降生世界，芬芳犹如百合香，他的慈爱光明荣耀灿烂，愿生世上望。我主生命的是世界，我愿以主为榜样，全能主的降临。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主的降临。啊，请坐，请坐。啊，咱即马要做来祈祷，我们要一同来祷告。啊，咱为着身体欠安、甲灵性软弱的同龄、甲无路朋友祈祷。为身体欠安、灵性软弱的同龄以及慕道朋友祷告。在咱这个投影布幕顶头，这个、名单在投影布幕上有名单。啊，咱为着请兄弟姊妹来，甲无路再来代祷。请弟兄姐妹啊，和慕道者来代祷。啊，咱爱为着高三班的学员，七月十二甲十三。啊，有这个分科的测验，为来祈祷。啊，为了高三学员，七月十二号到十三号的分科测验来代祷。啊，那个为了北台中分社教会甲各项的事工祈祷。啊，为北台中分社教会和各样事工来的代祷。啊，咱今晚要做祈祷。现在要一同祷告。啊，咱若要接受按手祈祷的。需要接受按手祷告的。啊，请咱来到头前。请来到前面来。啊，咱的祈祷的时阵。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凭着信心来。祈求，一定要凭信心祈求，神在听咱的祈祷，神才会听我们的祷告。其实咱的感觉心内有亏欠，如果我们觉得心里有亏欠，阿兰都爱来认罪悔改，要认罪悔改啊！安尼祈祷，神也垂听，这样祷告，神也会垂听。哦，咱今嘛做回来祈祷，一同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祷。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会后读经，请大家翻开何西阿书第十二章。何西阿书第十二章，奉主耶稣圣名开始读经，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虚晃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犹送到埃及。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我已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先知立比喻，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己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洲的乱堆。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感谢主，今天的读经到此。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会后报告。首先我们感谢林永基长老上午与我们分享了美好的道理，麻烦请林长老站起来一下，谢谢。愿神纪念林长老所做的工。接下来介绍今天第一次来的慕道朋友，李美玲小姐与李美娥小姐，他们是苏密姐妹的朋友，欢迎跟我们一起参加聚会，请坐。接下来宣布事项，中午12:20有青年诗班团契练诗，地点在6-3教室，请学员准时并预备心祷告参与。下午2:00有真理造就班，地点在1楼会堂，敬请慕道朋友及初信同龄参加。下午4:00有儿童诗班练诗，地点在 V2 大会堂，请孩童准时参加练习。7月11下周二上午9:30，在1楼会堂有家乐团契聚会，欢迎契员踊跃参加。明日家庭小区聚会时间地点，就是7月9礼拜天上午10:00有2个小区家庭聚会，东山区在陈玉琮弟兄家中举办，潭子区在许志凯弟兄家中举办，请两小区成员踊跃参加。有信徒提供果冻礼盒，
放在一楼大厅的地方，若有需要的同龄，请一户为单位自由拿取。好，在互道平安后，请一同前往 V1 餐厅用餐。好，请大家起立。互道平安。